大家好，这里的摄影画面，这个自己关起来。Oh my god！ 我可以跟你们讲，我的窗户是没有开的，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蛮怪的，可是又没有那么怪。我眼睛好痒，也或许是冥冥之中，不如我们就把它关起来试试看。把锁做好，看那锁会不会打开。现在是第二天的晚上，里面那个照片似乎有点新的感觉，然后我也以图搜图搜过了，也什么都搜不到。今天有两个点想要跟大家讲，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上我睡着的时候，它是自己慢慢暗掉的嘛。但是，我刚本来想讲它可以用48个小时，结果我发现那是充电时间，对我直接误会，所以很正常啦。但是还有第二个点，那个灯我原本是放在桌子上，但我早上发现的时候它是在地板这个位置发现的。再来呢就是这个箱子，它似乎比较平静了一些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它还会渗水，现在完全都没有了，甚至说它也不会自己打开。头发也还在，都很正常。它自己突然这样，这个是要一定的力才推得上去的，还蛮重的。其实你看这个推下来的力，我觉得应该要2牛顿左右。哦，还有一个新发现，你看那里这个门其实是蛮新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是几十年前什么他阿公放在仓库里面的，我是觉得不太像，比较像是他后来后置的，但他有没有什么领进去我就不知道了。现在时间是11点45分，也差不多到我等一下去睡觉洗澡的时间了。跟昨天一样，把他们放在这里观察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吧。叫什么？所以今天是合资的第3天，我其实有一件事一直都没有讲，我这两天眼睛特别的痒，有可能是过敏，但就是这么巧，就刚好是麦当合资的这一天症状是开始的。关于昨天晚上，他自己闪一下，晚上我就想说，不如就把灯开始睡，结果开一开呢，我自己就啊受不了。然后我昨天看这个灯看起来是没有坏掉，对，就不晓得为什么，或许我们在观察它几天看看吧。今天就不要近距离观察，今天就观察整个房间吧。好，
到嘣一声，我已经两次听到冰箱发出声音，嘣一声、嗯，然后这个就这样，我一回头，这个这样。是啊。嗯。是这个不稳吗？有可能。来给你动一下。这个盒子跟这个，这个都想移动一下，这个动一下，啊、我就看着他们动。点。对啊。袜子就一直晃啊。那个风吹也，为什么刚好就是吹到那只？可能是有地震。对。还是声音，不知道。蜜蜂又丢进去。对，就是这个 moment， 那他早上起床很久之后，我就听到我妈说：“什么在动，什么在动。”对，刚刚刚刚就立起来。刚刚是嘣一声，是啪就掉下去。我回头的时候，他已经。没看到这个，因为我刚刚回头，最高在是下面，可能是放在这里不稳，它垮。那你就以为它动，傻眼。然后一晃那边，然后那边刚好也在动，是这样。好，很好笑吧？因为我现在拿菜的时候发现最高在这里。相信刚刚那个画面大家都看到吧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平常不会这么害怕，因为很多时候啊，这种状况都是我们人自己臆测出来的。其实这个道理就像你跟一个人分手好了，两个选择嘛，第一个是你因为情伤走不出来，很难过的度过一个礼拜，然后什么事都做不好，第二个呢就是坦然的面对，努力想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所以充实的过完了这个礼拜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选第二条吧，但是呢，大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却做不到。就像我们遇到车祸、遇到灵异事件，我们都知道要冷静应对，但是很多时候人都会非常的着急。我们都知道结果哪样会比较好，那我们当然就是努力的朝着那个方向去走。对。大家好，现在是我们盒子的最后一天啦。很多人建议我把这个头发拿去化验，上面的这个涂漆拿去验验看是什么东西，甚至还有人希望我可以拿这个来做都市传说。对，我觉得都还是蛮好的建议。但是在做这些事之前呢，我想要先拿那个 EVP 来测测看，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沟通。我已经在 eBay 买 EVP 了，但是他也还没有寄到，等他吧。在之前，这个盒子我是会一直留着，一直留着的。也要等那个诅咒的娃娃也寄过来，或许就可以开一个网狗收集博物馆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这三天呢有些乏味的话就抱歉，因为这就是真实的纪实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啦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按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网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